大家好，我是杰西，欢迎大家跟杰西一起收看，今天是1月12日的英文新闻。首先我们又要看到一只老鼠的新闻了，假如从去年开始就跟杰西一起看的话，去年5月的时候就讲过这只可爱的小老鼠哦，英勇的小老鼠的新闻。 Megwa, the hero rat, who worked sniffing outland mice in Cambodia, winning a medal for life-saving bravery, has died at the age of 8. 好，这是 CNN 的新闻。好，这是他的名字叫做 Megwa。好，老鼠，哎，也对，老鼠他们就帮他取了名字。好，这个逗号逗号这边是一个同位格。好，真正的主词就是他 Megwa。好 ，has died， 已经死掉了，过世了。好 ，at the age of 8岁的时候，好，老鼠8岁应该是年纪很大了，可能大概我不知道，大概可能有80岁左右吧。好 ，the hero rat， 这个英勇的老鼠，好。这个英勇的老鼠就是这一只 Megwa， 就是他，对不对？好 ，whose work， 他的工作，好，什么样的工作呢？这个 sniffing land mice in Cambodia 修饰这个 work， 好，就是现在分词修饰他的工作。好，他工作就是 sniff， 就是闻嗅嗅，好，然后 sniff out 就找到，他们用老鼠，好，去年介绍的时候吊着一根绳子，好，所以他就不会到。不会掉到地上，不会踩到地雷，对不对？然后让他们去找出这个 landmines， 找出地雷，他们的嗅觉很好。好，在哪里呢？在 Cambodia， 在柬埔寨。好，之前战争埋下的地雷，这样子。好，那这个工作，这样的工作，让他 winning a medal， 让他赢得了一个勋章，一个奖牌。好，什么样的勋章呢？ For life saving bravery。好， life saving 的话就是拯救生命的英勇。好，它其实危险性很大。地雷他嗅的时候不小心真的掉下去踩下去他就会死掉，这样子。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是哪一只地雷呢、啊、不是哪一只地雷，是哪一只老鼠，就是这只老鼠很可爱啊，这就是他的负责人的处理这只老鼠照顾他的、啊、这是他的奖杯。好，我觉得老鼠活到这样很值得，他上了2次国际新闻、啊、不是只有一家、哦、CNN BBC 然后 NPR 然后Guardian 通都有这个新闻，就他去年得到勋章的时候 有一个新闻，那今年死掉又有一个新闻，他是得了癌症，老鼠也会得癌症，这样子。嗯，这只老鼠的生命非常的有意义。好，我们再看一次 Megwa, the hero rat who's worth sniffing out landmines in Cambodia, winning a medal of for life-saving bravery, has died at the age of 8. 好，那 sniff动词就是闻啊嗅，这样闻出什么东西。那 sniff something out， 你去闻，我把它闻出来，就是搜寻出发现啊。这边是搜寻地雷哦，地雷就是叫做 landmine， 好 landmine 就是很可怕的东西。现在好像不这么做了，以前就是打战的时候就会埋地雷，然后不小心踩下去，砰，太可怕了。第三点 medal 好，是奖牌、勋章。好，那金牌银牌那个就是这个 medal。 第四个 life saving 形容词，拯救生命的。第五个 bravery 名词，英勇的。好，它的形容词、名词是英勇，对不起 bravery 英勇， brave 才是形容词，是勇敢的。好，那我们今天看的另外这一篇新闻单字比较多一点点，这个呢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概念。Italian Catholic and Jewish leaders on Tuesday condemned as outrageous an episode in which right-wing extremists put a flag with swastika on a coffin outside a church after a religious funeral and gave Nazi salutes. 好，很长的一个句子，刚有另外做一个影片是在分句子的。好，分句子的这种，你要怎么样把那个句子整理出来，就是很简单的，就是主词、动词，好，五大句型的基本格式之后，找名词子句，找形容词句，找副词子句，就是我们每天在做的，好，每天看新闻在做这个。好， Italian 是意大利的， Catholic 是天主教的，跟 Jewish 是犹太教的， leader 是领袖。On Tuesday 在星期二那边，所以它主持在哪里？在这边，意大利的天主教跟犹太教的领袖。好，动词在这里 condemned， 好 condemned 就是谴责。好，谴责什么事情呢？谴责 an episode 一个事件 as outrageous，
觉得这个真是outrage， 就是骇人惊闻的，就令人感到不开心的，很震惊的，是道德上没有办法接受的，好，很骇人惊闻的。怎么样呢？这个呢，为什么会这样放呢？其实呢，他本来应该是 condemn an episode as outrageous， 觉得这个事件真是太过分了，好，太惊人了，这样子。好，那这里的话，为什么这个 as outrageous 放到前面？因为我这边有一个 an episode， 我要把它加一个形容词子句，解释给大家听，这到底是什么事件。所以英文有时候就会这样子放。好，这个课本上没有教，可是你自己看句子看多，你就会知道说会是这样子。好，那这个事件是什么样的事件呢？后面有个形容词子句 in which。好，在这个事件当中呢，这个 in 放到前面，接续词还是在后面，可以放到前面来。好 ，right wing extremist， 右翼的 right wing 就翼是翅膀，对不对 ？right wing 就右翼的，好，极端分子就这种就思想很偏激的这个。好，这是你的主词 ，put 是你的动词 ，a flag 好一个旗子，什么样的旗子呢？有这个 swastika， 就是那个万。佛教的是万，英文这个中文要怎么讲？就是这个形状，就是纳粹党的党徽的旗子，在一个 coffin， 在一个棺材上。好，那这边的话，后面就是你看介系词片语，介系词片语，好，介系词片语 outside a church， 在一个教堂外面。好，那后面的话呢，这是一个副词子句，在一个好 religious funeral。在一个宗教的上礼，哦，对不起，这不是，好，这边的话呢，在一个宗教上礼之后，这边没有副词子句，对不起，看错了，这是介系词后面加一个名词。好，然后这个 and 连接谁呢？这个连接这个右翼分子。好，放旗子在上礼之后 ，and 这些右翼分子呢 ，gave Nazi salute， 他们就做了一个纳粹的那个行礼的那个标志，敬礼的那个姿态姿势这样子。我中文今天怎么这么烂？好，看得懂吗？就是。主持这边这些领袖好怎么样呢？动词谴责这个活动是很令人感到惊骇的。好，什么样的活动呢？就是这个右翼分子。好 ，A 动词 A 第一个动词，把旗子放有那个纳粹党标的旗帜放在那个棺材，这个棺材在教堂的外面。那在什么时候呢？在这个。宗教的上礼之后，而且好，这个 put and 是把 put 跟 give 放在一起，那给予了什么纳粹的那个行礼，不是行礼啦，敬礼啦，我中文好，行礼也可以啊，一样的意思。好，这有一段影片是这样子的。好，那这个为什么呢？这个旗帜为什么不行呢？大家有看那个，大家有知道历史就知道，纳粹杀死了很多犹太人，对不对？所以这个在国外好是一个 taboo， 是一个大禁忌。好，就像台湾人那个饭上面不能直接插着筷子，一定会被打头。谁叫你这样做？那下这样子。好，那台湾人有时候还是会不太知道。之前有看过有些店家就把这个万字旗摆出来这样子。好，这种的话在国外来讲都是很不 OK 的，那就是尊重一下别人的文化，不要做这种事情。好，那个之前 Nike 鞋子上面好像有一个类似的，好像是做万字，然后就也是被下架了，被谴责就下架了，所以他们对于这个事情整个是很敏感的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的新闻还没有看完，下面还有单词还没有解释，哦，再念一次，对不起。Italian Catholic and Jewish leaders on Tuesday condemned as outrageous an episode in which right-wing extremists put a flag with a swastika on a coffin outside a church after a religious funeral and gave Nazi salutes. 今天的新闻，单字有点多，介绍一下，第一个叫做 Catholic，
Catholic 形容词，它是天主教的，它可以当名词叫天主教徒。好，那 Jewish 它是形容词，它是犹太教的，可是犹太教徒叫 Jew， 好，不是 Jewish 哦， Jewish 是形容词， Jew 才是名词。可是 Christian 的话呢，就是基督教的，它也可以是基督教徒这样子。好，第二个 condemn，好，谴责什么人什么事情，它后面要加一个受词，它是一个及物动词。第三个 outrageous 形容词，害人的，就令人感到震惊的，道德上没有办法接受的，怎么可以把那个旗帜放在公开的放在那个棺材上面。第四个 episode 就是一个事件，但是在电视广播值就是一集。好，我们就会看到那个有没有 season 1第一季Episode 9，好，就会写 S1E9 这样子。好，再来第五个 Right Wing 就是名词右翼。好，这是政党的，有分左跟右，好，左交右翼是这样吗？好像左翼右翼啊。好，再来第六个 Extremist 名词，它是极端主义者。这个 IST 加上去通常是人的自我，我们来切一下，但是好，没关系。 Extreme 形容词，很大的，很极端的。好， Swastika 就是这个标志，就是纳粹党的党徽，不要随便乱用。我们佛教的万我也不知道怎么写，好像很类似，我记得没错的话。第八个 Coffin 的话就是棺材，好，知道吸血鬼躺在里面的那个 棺材。唉，棺材板之前他们好像直接把它翻作 Coffin Cake这样子，棺材板，好，就是台南棺材板，我看到记得就是直翻这样子。第九啊，当然你要跟外国人解释，不然他们吓死了。好，棺材做的蛋糕这样子。哦，第九个 religious 形容词，宗教的，它的名词是 religion。好，第十个 funeral 就是丧礼。哦，第十一个 nazi 形容词，纳粹的，好，纳粹党的人。第十二个 salute 就是名词，敬礼，有没有那个手举起来那个敬礼这样子？那最好像有个特殊的敬礼方式。好，大家有兴趣可以上网，一定找得到了。现在什么事情在上网络上都找得到。哦，最后一个又跟大家宣传一下 Omicron 的恐怖。好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has warned that half of Europe will have caught the Omicron COVID variant within the next 6 to 8 weeks。这是骇人惊闻吗？啊，一样的，就是世界卫生组织 has warned， 现在完成式警告大家。好，这个后面是一个名词子句，警告大家什么样的事情呢 ？Half of Europe， 欧洲的一半，好 ，will have caught， 将会都会得到什么呢 ？Omicron COVID variant， 都到会得到这个新的这个 Omicron 的新冠肺炎的变异病毒。好 ，within 在什么什么之内，在接下来6到8周之内。好，因为这个传染率实在太高了，那个 Dr. Fauci 美国的那个就是感染病研究专家，他说可能大家会预期几乎每个人都可能会得到，好，每个人都会得到这个，因为他传染力实在是太强了。好， WHO 的话是说一半的欧洲人，对不对？然后美国人是出来讲几乎大家都会得到了，但是就是对他目前来讲还是就是偏轻症状，就是你打过疫苗，你打过那个 booster 第三剂，你都会感染，但是他的症状是偏轻的这样子。好，所以大家要担心，但是也不用太担心这样子。好，那对不起，这边有一个 catch 就是我们讲感冒了，我们本来 catch 不是去抓吗？不是去赶公车那个 catch 吗？他有感染到疾病。得到一个感冒，不是得到一个吗？感冒了，我们就讲 catch a cold 这样子，所以病毒这个也是可以感染的。好，第二个讲过很多次了，叫做 variant 就是变种的意思，这边指的是变种病毒。刚刚还没有念过一次，我们再念过一次就结束。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has warned that half of Europe will have caught the Omicron COVID variant within the next 6 to 8 weeks。 好的，今天的新闻就看到这边，谢谢大家宝贵的时间。明天是星期四，但是应该会是有空的。好，那我们就明天见了，拜拜。